听到美综合报道，中国颜色夫妻高邓超孙俪结婚7年，婚后育有一对儿女，时常在微博放闪大秀恩爱。孙俪今一早表示立春泡脚也一身心健康，不料邓超神符致癌期发文，唯独把内文改成泡手，被网友抓包是另类放闪。孙俪今在一年之始，也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，晒出春意盎然的照片，并写道：今日立春，梅兰以温水泡脚驱寒，有益身心健康，春晚安。邓超则在底下回应：晚上几点泡合适？随后他也爱相随发文，但改成每晚以温水泡手，还留言提醒自己泡完记得甩手，似乎是要准备泡脚水，亲手帮孙俪洗脚，让网友惊呼原来是超哥在给娘娘洗脚，闪瞎众人。邓超组与孙俪又结婚7年，拍摄自孙俪微博，邓超又时常在微博放闪，拍摄自邓超微博，邓超下模仿孙俪上发文合成图，拍摄自孙俪邓超微博，